阿贝，我来了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贝，欢迎回到我们，哎，这个什么江湖，我们到顶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不妨先帮阿贝点一个赞、订阅。阿贝更新了超多的这个攻略哦，如果还没有看过，观众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，Let's go！来，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落英轩，陆小瑶，收集这个什么鹿啊？怎么隐约听到哭声？身边有个哭泣的姑娘，林巧烟。哇，看起来很俏皮。来说出来，一定帮你。羚羊被人下毒，来到这么美的地方，居然一来就看到有人下毒，怎么回事？神色憔悴，来出发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赵新英，我们先来捡东西，照惯例啊。嗯，他怎么知道？这么厉害？要帮他做一件事情哦。哦，他要先救哦，嘿嘿，真不知该如何报答。哎呀，这种东西应该也不用说出来了吧，对不对？就是不太需要报答了。阿贝像是需要报答的人吗？跪下啊，不是，啊，不是正派的人。这个落英轩啊，听说一部。有一部什么《落英集侠录》，分为总纲五经、奇经、书经，然后医经、情经跟杂经。哇，呕心沥血，耗费10年才完成，博大精深。那又说人家是邪派，哇，直接做人家。当自己家了是不是？走，够，去后堂找他。哦，刚好就提起了。他没有把他全部医治啊，还留了一手，要我们帮他解决这个问题。他说有人想要那本书啦，然后一直吵他，嗯，那也是挺正派的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会这样？啊？什么傀儡要跟我打？我还以为是那个法环里面的老婆嘞，哦，就是这个，哇，这个全部是傀儡啊！OK，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原来他就是专门制造那些战偶的人。五格，捡到了一把紫色的剑，完全没屌用。五金，
要我先去取得其他的地方，其他的金，奇格。三个问题，我操，这个我怎么会知道啊？19 19，哎呀，没错，我就是围棋高手。中心处是什么？星元？嗯，19。天元听起来比较像是他的名字。黑子先行，不知道黑子至少要赢白子。哎，对齁，贴六半嘛，贴六木半吧。诶，不是啊。贴六木，嗯，居然是七木半。苏格找苏金的长老，哇，这个不会要问我一些，叫我念书吧？我还不怕对不死你，空山不见人。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声。嘿嘿，是不是？哎，秒杀哦。嗯，还有，与君亲眼客。亲眼客。对影诉衷情，我操，是，哈哈，与君亲眼客，共有白云星，是不是？雨打什么芭蕉叶带愁？雨打芭蕉叶带愁，落花怨水几时休？是飘零水之流，这个不是。星同星月向人休，这个吧？嗯，奇怪，靠，按错。那就不是中间，那上面的啊？哎，也不是啊。我选错了，是不是？居然是中间哦！我不知道，星同星月向人休、哦。啊，刚又重复选到了情格，不会要玩什么劲舞团吧？日分黑白，年有四季，天道五行，有首轮集。那么这个琴有几根弦？七根弦。哈？琴只有五根弦哦。广陵散是谁创的？阮籍，阮咸，阮，那就是阮籍啦。通常都是这样子出题的。妈，我操，都不是哦、喔。结果是送分题啊！哎呀，琴谱另有名字，无字谱。
好烂哦！什么蛙哥？难道是简字谱 ？OK， 出发，简字谱，画格。哎，怎么都是男生啊？眉宇间充满傲气。啊，直接给哦，这个比较干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拿去找这个五格了吧。哇，开启这么多，要七本嘛，对不对？花海，欸，东西有没有看？欸，貌美女子啊！闻花香，受到鼓舞。心跳很快，什么鬼啊？莫名其妙。我哟，很秋哦，让我成为莲下之魂。又一个送头了。点点点，幽深秘境，密道，哇，这边还有密道啊！东西记得捡下，密室，密宝，走了，复命去了。还有什么没解到啊？画格的章，编写画经。接啦，后堂。哦，哇，很肥啊，可以啊，哇哦，资源真多。那最后一个什么帮助他画画，怎么这个怎么办？这个要怎么办？画格，帮他弄画格。还是我们直接去找他就可以了。那怎么弄啊？刚好像没有注意到欸。画格的长老编写画经，看我怎么帮他啊？哦，这边哦。苏金长老的经验。欸？哦，要去问其他人的经验是不是？
通俗易懂。没错，通俗易懂非常的重要啊。自己的经验。哇，大侠残垣60个，太舒服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全部过了。哇，这边真的是书香子弟，是不是？看了我头都晕了。好，那阿贝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，下一集呢我们就会来到成都城，那我们就下集再见，拜拜。